嗨，伊森，你今天还好吗？伊森，你今天想射击弓箭并学习颜色吗？哼，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嗯哼。红色，橙色。绿色，黄色。再试一次，伊森。哦，紫色。哟呼！啊哈！哦！蓝色。干得好，伊森，你今天学到了这么多的颜色，箭也射得很好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哟呼。红色，橙色，绿色，黄色，紫色，蓝色。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你今天想玩过山车并学习形状吗？太棒了！那么，一、二、三，出发！圆形。正方形，三角形，菱形，长方形，星星。这太有趣了，戴诺，我们学到了很多形状，让我们复习一下。圆形，正方形，三角形，菱形，长方形，星星。
三，四，五，六，让我们复习一下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今天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幸运轮并学习水果名吗？太好了，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按下在你面前的按钮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苹果，草莓。香蕉，橙子。菠萝。西瓜。梨。干得好，戴诺，今天我们学到了许多水果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苹果，草莓，香蕉，橙子，菠萝，西瓜，
梨。嗨，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今天你想一边帮助水泥制造商把球装进盒子里，一边学习颜色吗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戴诺，你能告诉我们哪个盒子我们应该放球进去？红色。绿色。橙色。蓝色。粉色。紫色。干得好，戴诺，你今天帮了我们的水泥生产商装好了所有的箱子，还学到了这么多的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红色、绿色、橙色、蓝色、粉色、紫色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准备好迎接在建筑城又一个有趣的一天了吗？太棒了！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哦，你想用不同颜色的砖块搭建一堵墙？让我们开始吧。你看，我们有几种颜色用来工作：黑色、蓝色、绿色和红色，还有白色。首先，让我们做一个绿色砖块。推土机比例出色地完成了工作，太棒了！起重机查理，你负责把所有完工的砖块放在你的车床上哦。比利，多放点绿色。挖掘机艾德，你再加一点白色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颜色混合起来，制作更多的颜色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淡绿色。
现在让我们往绿色里加入黑色，我在想那会造出什么颜色呢？哇哦，绿色和黑色做出了深绿色。这次让我们尝试一些其他颜色。比利，在艾泽添加那点绿色的时候，加一大瓢蓝色。看看这个漂亮的蓝绿色，它被称为青色。哇哦，做得好！这次让我们做一个黄色的砖块，我们将用到一些绿色的和一些红色的碎片。完美。我在想，如果加入等量的蓝色、绿色和红色，会得到什么颜色呢？让我们试试吧。哇哦，我们做出了灰色。查理，你的车厢已经装满了，该把砖块运回施工现场了。每个人都干得很棒，下次见。嗨，戴诺。嗨，马克。你们好吗？戴诺，你想做个蛋糕，并且和我们一起学习彩虹的七种颜色吗？我们开始吧。蓝色。红色。黄色。绿色。紫蓝色。
橙色，紫色。干得好，戴诺，你做了一个彩虹蛋糕。今天我们学会了彩虹全部的七种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？蓝、红、黄、绿、紫蓝、橙、紫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你好，戴诺，今天你想学习颜色和去看火车吗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火车是红色的。火车是黄色的。火车是蓝色的。火车是橙色的。火车是绿色的。火车是紫色的。火车是粉红色的。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的颜色。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让我们在下一次新的探险中见。嗨，戴诺，你想看看火车怎样撞向球堆并学习颜色吗？很好，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按下一个按钮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蓝色，蓝色，哦，那真是太棒了，让我们再选一个。粉色，粉色，绿色。
的。你现在可以按下那个橙色按钮吗？橙色。橙色。紫色。红色，红色，黄色，黄色。喜欢撞球堆的游戏吗，戴诺？我们今天学会了这么多的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蓝色、粉色、绿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红色、黄色。我的朋友们，嗨，戴诺，嗨，亚历克斯，你们好吗？今天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数字吗？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让我们用所有的方块造一个高塔。一号方块。很好，下一个。二号方块。三号方块。仔细点，戴诺，这是九号方块。三号方块。不不，三号方块后面不是六号。干得好，这里是四号方块。然后是五号方块。不不不。这是九号，我们需要六号。干得好，戴诺。然后是七号。让我们找找八号方块。然后是九号。好，亚历克斯和戴诺，我们搭起了多么美丽的一座塔呀！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么多的数字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你好，戴诺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颜色吗？嗯、太棒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嗯。红。蓝，橙。黄，呵呵，紫，啊啊。粉，哦，很棒！我们今天学习了很多颜色，你愿意复习一下吗？啊、红、蓝、橙、绿、黄、紫。粉，回头见，订阅。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收垃圾箱，然后学习颜色吗？太棒了，出发。这里是第一个垃圾箱，这个垃圾箱是红色的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。
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绿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这个是全粉红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出发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是紫色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橙色。哦，那儿有一个新的垃圾箱，那是什么颜色？这个垃圾箱是黄色，和你一样。出发。看上去这是最后一个垃圾箱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是蓝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很棒，戴诺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开始吧，蓝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色。现在我们应该让家里休息了，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嗨，戴诺，你好吗？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数字吗？真棒，坐下来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戴诺，那儿有多少辆车？真棒，那儿有一辆车。你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数字吗，戴诺？没错，是数字二。看，
其他车也开过来了。有多少辆车？呜呼！对的，戴诺，三辆。现在呢？呵呵。是的，现在有四辆车。你看见多少辆车，戴诺？啊啊！没错，现在是五辆车。现在有多少辆车，戴诺？啊啊！真棒，那儿有六辆车。戴诺，你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数字吗？啊哈！是的，是数字七。看，其他车也开过来了。那儿有多少辆车？啊哈！没错，戴诺，八辆。现在呢？哦，是的，那儿有九辆车。你看到多少辆车，戴诺？呜呼！是的，那儿有十辆车。就是这样，做得好，戴诺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数字，你愿意复习一下吗？啊哈！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回头见，订阅。你好，戴诺，今天你想学习颜色和去看火车吗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火车是红色的。火车是黄色的。啊哈！
火车是蓝色的。哦，火车是橙色的。哦，火车是绿色的。火车是紫色的。火车是粉红色的。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的颜色。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让我们在下一次新的探险中见。你好，戴诺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颜色吗？太棒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红，蓝，橙，绿。黄，紫，粉，很棒，我们今天学习了很多颜色，你愿意复习一下吗？红、蓝、橙、绿、黄、紫、粉，回头见，订阅。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
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收垃圾箱，然后学习颜色吗？太棒了，出发！这里是第一个垃圾箱，这个垃圾箱是红色的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绿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这个是全粉红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是紫色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橙色。哦，那儿有一个新的垃圾箱，那是什么颜色？这个垃圾箱是黄色，和你一样。出发。看上去这是最后一个垃圾箱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是蓝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很棒，戴诺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开始吧，蓝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红色、
绿色、紫色、粉色。现在我们应该让家里休息了，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你好，戴诺，今天你想学习颜色和去看火车吗？太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火车是红色的。火车是黄色的。火车是蓝色的。火车是橙色的。火车是绿色的。火车是紫色的。火车是粉红色的。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的颜色。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让我们在下一次新的探险中见。